他确实态度有改变了哈，那好像讲话的人也不太一样哦，所以那我想前一次的发言可能是资策会他们并没有去真正去对比过，老实讲我也没对比过了，因为它是英文，两本都是英文，OK，它都是工程方面。我虽然英文不错，但是对这个没兴趣，嗯，所以我没有去看。但是资策会显然有对比过，他们今天讲说他们有经用过三四个那个对比的软体去对比出来，都七八成都是一样的，嗯。七八成一样的话，那原来资策会的那篇论文的作者有四个人，有四个人，那其中一个人把这个东西拿去做自己的博士论文，抄了七八成。那我不能不要说这个是这个抄袭啦，因为他也是本身是四个作者之一，但是他就是不当引用嘛，嗯，他就是侵害了这个第一个侵害资策会的著作权，第二个对其他三位共同作者是完全不尊重，嗯，好，那所以这个部分，这而且资策会那个论文的它是一个研究计划，也就是说是资策会出钱让你们去做实验跑数据，你们才得出这个论文，嗯，那你这个论文被你拿去做博士论文，然后资策会又让你拿薪水，嗯。拿薪水去美国念，用这个论文弄出一个博士学位回来，所以等于是高鸿安已经占尽了，完全占尽了这个资策会的便宜了。嗯，说实在，就是说我大概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博士生有像高鸿安这么爽的。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渥的待遇了。他说学位那个学费是他自己出的，他说学费是他自己出的。嗯，可是你在付这个学费，你同时还领薪资策会的薪水啊，嗯，然后生活费、交通费是资策会的专案计划给你的，包括你论文的内容都是资策会的。那我不会怀疑说高鸿安有学术实力的，嗯哼，我相信他应该也算是念书念得不错的人。但是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他占尽资策会的便宜嘛，嗯，所以资策会今天才要出来讲话，嗯哼，是，我觉得这个问题高鸿安要面对啊，嗯哼，所以这个问题对于新竹这场选战会不会再发生什么样翻盘的一些的影响？今天爆出这个真的有两点疑问，我们要来质疑一下，因为我觉得资策会在最近的表现真的是让人大呼惊奇，因为怎么会一个资策会有两个说法？嗯，刚刚议员有讲到说，这个之前资策会发言人针对高鸿安委员的这个论文，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学术授权是没有引用的问题，嗯，但是怎么今天变成这个资策会的执行长在立法院被备询的时候呢？他又变成说啊，这个引用已经比例不当，而且有七八成雷同。那到底我们要听谁的？嗯，我们要听资策会的发言人的，还是要听资策会的执行长的？一个资策会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说法？那接着第二个部分是资策会的执行长今天还特别提到的是说，哎，这个高鸿安委员呢，他在这个出国的时候，哈，他没有报备，嗯，出国进修没有报备，嗯，可是网络上现在大家就把所有的这个内容都翻出来，这个的是高鸿安委员那时候的参选人，他申请的奖项是第五届国家产业创新奖，里面黄色标记的这一段就写提到说，这个高鸿安委员主动争取本会国际人才培育补助方案，前往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进修攻读机械学士，什么赴美期间恪尽己守，持续辅导台湾产业，八八八写了这么多。资策会会不知道吗？嗯，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现在的资策会到底是资策会还是又是一个打手？嗯，那为什么会一个资策会有前后说法不一的说法？嗯，那到底人民要相信谁？难道选举到了，资策会就变了样吗？不过这整件事情，所以你们怀疑现在根本不是资策会自己想要这样讲？你们的意思是说，政府有施压或什么的？你们是怀疑这样是吗？因为我看上个在前几个礼拜，那个时候这个柯建铭总召有透过党团有去要相关的资料，那隔了一天，其实民众党党团也有跟资策会要一样的资料，嗯，但目前为止确实资料都还没有来，嗯。那我会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公开大家都知道，而不是让一个政党去做这些资料的搜集之后，那资策会也应该出来说明为什么他的说法会不一样。这倒是今天都没有讨论到的内容。OK， 文杰，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哈，资策会前一阵子说法跟今天说法是，前一阵子他们讲的那个是没有比对的状况，嗯嗯，他们现在是有比对，经过三四个比对软体的比对，嗯，所以说的有七八成雷同，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是事实，
那就不用再争论了。嗯，你不用管说为什么资策会前后两次讲的不一样，有没有七八成，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嗯，我觉得资策会应该拿出来这个东西一看，大家就知道了。OK， 这次选战里面，大家发现论文很重要，有没有抄袭很重要，学历很重要，然后已经打到，所以我请问一下，那个今天媒体上高虹安到底北女，怎么会讲到高中学历了？他的北女是插班，到底插班这些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为什么要讨论到他北女是不是插班的问题？这个已经无限就是往下延伸。那今天提到说，这个高虹安委员好像北女是插班，但今天我看到其实有非常多人站出来讲，高虹安委员他是国中的时候念这个方济中学嘛，那确实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考上北女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已经说明很清楚，高虹安委员自己也说明了，我觉得这应该没有任何跟这场选战有关要讨论的必要，因为学历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这个伪造的吧？啊哈，对啊。Okay， 这场选战，其实，在新竹你很难想象，新竹为什么会打成全国大家瞩目到这么重要？将军大概会觉得说，你们好歹关心我们桃园多一点吧。现在怎么会连新竹？你把人口，我觉得新竹当然重要，可是如果单纯以选战论选战，以地域大小，以人口数来看，桃园显然比新竹要大很多，可是大家花这么多心力在打到新竹这一仗，去关注这一仗的一些选举的过程。现在看起来，将军高虹安，你说他会不会觉得整个这一波跟洗三温暖一样？一开始你们大家就说我那个论文有问题，我就出来开记者会跟你说没有问题，然后我讲话的过程，那是不是又酸到了中华大学的夜间部的问题？我出来道个歉，然后接下来还继续往下打，然后又一路打到现在，连高中的学历或是刚讲资策会出来做两次，现在对他来说这场选战他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资策会的老东家选举，他的科批讲座，他后面两个老板所有这些，他现在要怎么样看这件事？我们一般军中哈拆弹，就是未爆弹拆弹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把引信拆掉啊，解除它爆炸的危机，对，它不会爆。对，第二种呢，就是拿一个比它更大的炸弹把它一起爆。对，这是两种拆这个解除危机的方式。但高虹安的方式，它显然不是用拆弹啊，它是用更大的炸弹把前面一个小炸弹炸掉，那就越养越大。嗯，所以才会到今天哈，它面临到一个蛮大的困扰，就是第一个，如果没有资策会，高虹安赴美求学可能不会这么顺利。嗯，那如果他没有赴美求学，他不会认识他的恩师李杰。嗯，那如果没有李杰，怎么会引荐去跟郭台铭认识？嗯，没有郭台铭，他就不能在鸿海里面担任这么多的这个很一级的主管。那没有这个一级主管，他更没有办法接受被推荐到科批那边去，变成不分区。没有不分区，他进不了立法院。那没有立法院委员的身份，他根本选不了这次的市长。所以这一切的他的最大的知遇之恩，资策会。嗯。资策会是高虹安除了在求学阶段之外，凭了我相信他北一女绝对自己考上的，这绝对是那个都是因为他惹了乡民，在乡民乱挖。我对于高虹安的这个求学，我是没有任何怀疑。但是呢，他拆弹的方式的确产生了状况。现在面临到资策会，他面临到很大的困难，就是说，虽然说资策会的发言人说他是没有问题，那现在执行长说他有问题，那其实公文的做法，第一个后令压前令，你新的是一定压前的命令，他可以更正嘛。命令不一定是完全正确，回复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后面所出来答就是后令压前令，这是必然的。第二个呢，就是上级可以纠正下级，那执行长当然比发言人大嘛。那执行长讲的话是不是比发言人有权威？好，那还不够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专业可以影响对口，发言人只是对外的一个对口，真正的专业是经过比对，经过他可以讲说七八成以上相似，就表示他比对过。所以我说我对于这个执行长讲的话，我觉得套句高虹安在第一次记者会讲的话，你到底要相信台大还是要相信林智坚？你到底要相信辛辛那提大学还是要相信《镜周刊》？那你要相信资策会还是要相信高虹安？所以我觉得他面临到很多很多他以前丢出来的金句，现在要检验他自己哦。你现在说这个资策会有问题，第一个他是你的老东家哦，他对你有知遇之恩，你这时候跟老东家为了这个事情翻脸，那人家会说，你这个人这个过河拆桥啊，会不会不太讲道义啊？那如果说好，那我就不发言。哇，那不得了，简直默认哎。所以我觉得高虹安现在面临到了两边都难，他两边都难，我否定资策会也难，我默认也难，因为默认会影响到我的选情。那我否定资策会也会影响我的选情。可是将军，你刚刚讲那个在包括军事啦或一般行政系统，后令压前令啦，上令压下令啦，这些都对。
但现在已经碰到选战，选战因素一出来以后，像刚才思宇在讲的过程，尹颖兰就已经这样说：你们资策会怎么可能前面这样讲，后面这样讲？然后高虹安今天就直接讲说：哈，他就直接说这就是老柯他们什么在施压以下的政治迫害，他就开始用这个。然后甚或你想想看吧，在沙卡都新竹那个沙卡都。绿白是蓝白之间到底会怎么样选票流动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等一下讲说，包括韩国瑜如果出来帮林根人站，哎，那到底受惠的会是单纯林根人还是沈慧宏？你不知道啊，那个绿那个蓝白两个如果变成差不多的时候，那绿就会异军突起，它已经变得很复杂，而且复杂到当现在如果高虹安就直接出来，他已经直接喊那叫政治迫害了。所以您刚刚说的，你要相信资策会还是相信高虹安？哦，蓝营或是白营的人搞不好。他跑真的跑去相信高虹安，他只要争取多一点人相信高虹安，那林根人就惨了，他又变成对抗民进党的那个非绿盟主，那林根人这下子更要殷殷期盼着韩国瑜，你快来啊，大帅，我已经在这边苦守了这么久，你快来，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场面啦。这当然会，韩国瑜对于新竹市的选情，对于林根人选情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因为他是最能够凝聚蓝营向心的一个政治人物。可是韩国瑜还没来以前，或他拍了一个影片，你不管怎么拍，对高虹来讲，他搞不好心里会揣测的是，刚当思宇讲说你们资策会怎么可以前后这样的时候，高虹喊出一个政治迫害的时候，他搞不好还巴不得对你就这样打我，你会把我越打越高，打得连蓝营的人都不得不出来帮我喊冤，连朱立伦上一次也要帮我喊冤，等一下岳言之搞不好也会帮我喊冤，喊到最后那我就变共主啦。可是他这就产生一个难题，他不能够直接打资策会，因为他的以前前东家，他是对你有知遇之恩，因为他对你的对，他提拔你，哎，那现在资策会讲出来的话，如果你直接打资策会，说资策会是受了民进党的压迫，受了这个柯总刀的压迫以后，哎，那资策会里面都是乱泥懒虾，一个都没有肩膀吗？都是软骨头吗？所以他面临了两难。那可是呢，你不讲话又被默认，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高虹安如果还用他以前的拆弹的方式，你点一个更大的炸弹把它一起炸掉，现在这个炸弹要多大？这个要把资策会跟民进党一起给炸掉，才可以走下下一步。那这个炸弹可能也很难去买到，也很难获得这么有威力的一个引爆点。那我觉得这个指控的比例上面哦，当然你会发现各自回应都在不同的点上。比如说刚刚文杰一直讲到七八成，七八成，对不对？高虹安他有发声明啊，他说你怎么会讲我七八成呢？我的博士论文113页，资策会那个就6页。你这个比例怎么会是八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这是双方在不同的认知点上面去讲嘛。为什么高虹安讲的是我这么大的一个数字里面，你不过就占我6页。可是资策会那边的讲法是，我虽然只有6页，但是你在那边113页是我的全部啊。所以他的八成是站在资策会这个6页的立场，认为说我有7、8成的部分被你全部拿去引用了，而你没有注明出处。所以这就是您刚刚特别提到说，这个选战里面，难道我们一天到晚困在论文吗？困在学历吗？包含今天出来有人出来站说，哦，这个什么高虹安什么，刚刚提到说某个学校，然后是不是插班北一女？就北一女，对啊，对，结果呢，现在高虹安他们讲说，不是你们搞错了，他是那个学校是没错，但是人家是国中部的，他参加的是他念的是国中部，不是什么从中间再去插班洗学历，你就知道整个的选战其实到目前为止，老实讲都不在重点里面。可是你刚问了一个问题很有趣哦，为什么这一次突然觉得新竹好像变成选战的领头羊？大家所有人都在狂打，然后大家都在弄一件事。政传媒今天有个报道，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了啊。他其实提到高虹安的背后，其实老实讲，你先打高虹安是一件事，但高虹安背后是谁？有一个叫柯文哲的人，一个叫郭台铭的人嘛。你说今天林根人背后是谁？现在大家也认为韩国瑜是不是应该要出来帮帮他？那沈慧宏背后是谁？他一定是民党没有问题嘛？现在大家有人讲说，那是不是这个赖清德也要去？谁都要去，所以他着眼的可能不只是这件事情，包含到新竹的这一场选战。其实你会发现台湾的大乱斗，我老实讲，我就觉得这一次的选举很变态啦，就是变态到一个就是，不管你讲论文或什么的，反正你第一个也讲不清楚，然后各自说各自的，然后就是乱打一通，把所有人都杀光，反正指控的也无所谓了，他也不在乎，反正是指控人家，又自己又不会伤什么，伤到是别人家。但是你今天回来看哦，为什么新竹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呢？因为很简单，所有的变态都来自于是当林智坚的这件事情爆了之后，他牵动的不是只有新竹的选战嘛，还有桃园嘛。
所以你看，其实今天在打沈慧宏的人，不断的把这些东西都连结哦。说你看啊，你沈慧宏也是挺林智坚啊，你们怎么怎么样？那你桃园哇，你看也是因为挺林智坚，所以你郑运鹏怎么样？郑文灿怎样？我觉得他把他全部绑在一起。所以反而现在突然变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选战，没有人把耶。以前我们看台北市的选战是认为台北市是要选总统的前哨站呢、欸嗯嗯。你不觉得这一次反过来吗？新竹，他把新竹变成是你跟背后的那一些人哦，才是真正现在大家打台面上的真正目标，主演的是后面的那几个嘛。如果真的要讲起来，元之，会不会对你们蓝营在这一局立场最尴尬？绿营最简单，反正就是高虹安，你从头到尾这些东西都是瞎搞乱弄的，都是这个样。好，绿营最简单。那白银也很简单，你们从头到尾就是个政治破坏，就是什么什么些。但是你可以从朱立伦要站在林根人的场子帮高虹安喊个冤，你就知道这一局到底该打这还是防那，会不会真的有点左右为难？那你们现在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包括今天延伸出来的，包括资策会这些东西？现在蓝营林根人要用什么样一些角度？如果我是林根人的话，我就希望高虹安不要再被打了啦，因为高虹安一直被打的话，其实受伤是林根人啊。因为你看今天高虹安这个资策会这个人出来讲话，我觉得一点都上不了他。他只要讲说，哎，这就是国家继续打压、啊，本来资策会是挺我的啊，我是 OK 的啊，但是只要民党一介入，他就改变立场了，所以我就是被打压。其实他这种讲法是非常能够激起蓝营支持者的共鸣，因为我们都认为国民党一直被国家继续打压嘛，所以他就是他讲到你们讲到我们心坎嘛，同为天涯沦落人嘛，所以大家应该要携手并进打击民进党嘛，所以马上移情作用都会移到高虹那边去。OK， 啊，至于说文杰刚刚讲说超过七成八成，当然不在乎了啦，因为。那个现在只要从林根人林智坚论文事件之后，所有人被看论文都是报复性被控抄袭，大家根本不在乎。像郑文灿也被讲论文抄袭啊，有人理吗？没有啊，有人知道郑文灿被控抄袭吗？没有。然后郑运鹏讲一个超瞎的话，也没有引起讨论。郑运鹏说：“哎呀，郑文灿天才儿童不会抄袭论文。啊”那、啊、你这个不是跟高虹安当初讲说我是台大毕业，我不会抄袭论文的逻辑是一样的吗？所以完全对这个事情，完全对高虹安不会造成影响。高虹安只有一件事情有造成影响，就是他占学历那个事情。所以他后来有哭有道歉。后来你看他有道歉吗？没有。他后来就操作说：“你看我就是被民进党追杀，十大粉专侧翼啊！”哦，他现在哦，高虹安现在是继韩国瑜之后被民进党侧翼追杀的第二人啊。哇，这个在蓝营的支持者塑造成这个样子。对啊，所以他就是很会操作嘛。那林根人就很惨的嘛。所以现在如果民进党想要赢啊，想要帮沈慧宏，只有靠林根人的啦。你真的啦，你就是靠韩国瑜啦。对，那林根人就是要靠韩国瑜啦。为什么呢？因为林根人现在的心里面的 OS 就是：你们可以理我吗？好，那你大家都不理他，但他就是陆战。那谁的空战可以帮他？当然是韩国瑜啊！韩国瑜超厉害，好不好？刚刚好像国程有提到嘛，这个有图为证啊，哈，这个是韩国瑜的年历哦，大家可以看到他已经在畅销榜里面呢排名第一名的啦，哦，还卖的比那个黄珊珊贵，然后现在已经第一名了。然后另外哈。韩国的网络声量，他这个网络声量很有趣，他是从8月22号开始统计的网络声量。韩国瑜呢，在我们的中央助选团几位成员里面又是第一名，他是15.4万，马英九是12.8万，然后朱立伦是7.1万。那我为什么要说8月22号之后呢？因为8月22号之后，韩国瑜也没干嘛，我都不知道他有做什么事。他最近才开始有接受一些专访嘛，可是他已经是第一名了。你看他的网络声量有多厉害，所以韩国瑜如果今天去站去帮那个林根人拉台的话，绝对是对林根人是有帮助。而且我觉得有两个效应啊，第一个效应是呢，他可以告诉所有的我们蓝营的支持者，林根人才是我们正蓝军，好吗？高虹安是白，他是民众党，他不是我们国民党的。韩国瑜因为他正蓝的那个旗帜很鲜明嘛，所以他去帮林根人站，可以有凝聚我们正蓝军的效果。第二个哈。其实我们其实很多蓝营的支持者都忘记，其实高虹安那时候是黑韩大将、啊、大家可能都不记得。那当然，我觉得韩国瑜也不见得要让大家想起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会想起来说，哦，对，当初在那个骂韩国瑜骂很凶的就是高虹安。那所以在这种方式之下，因为这次林根人那个萨卡都嘛，所以有机会靠了韩国瑜的加持，好，林根人可以起来。那韩国瑜的付出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啊、特别是小鸡们、啊、我知道蛮多小鸡都要找他，因为小鸡是大概5到8%可以当选，所以他的加持就给他。那市长的部分，我觉得大家就会有考虑。